啊，去哪里了？我从那边下来的。是啊，这好像一个秘密基地啊。那再进去吧。再进去里面。嗯，你怎么跑去那里了？嗯，底下困。哎呀，要爬上来，加油！加油！哎呀，对呀，小心！这里是哪里呀？可以开来这里吗？可以，先等一下哦。好。妍妍，啊，先过来去领东西了，快点。啊，不好啊，二十三。去领小店长。先领再玩，排队。吴心怡人在哪里呀？哎，哇！你开这台私速列车，可以再玩五分钟。要下去哪里？哼，溜滑梯溜下来吗？啊，怎么从这里出来了？